在这里，想要什么，我们习惯自己去争取。一路走来，受到许多挑战。还是没有第三次的攻击机会。阵容交给王玉祥，再交给陈建伟。还是没有。但我们学会在逆境中前进。这比赛正式的告一段落了。失败了，那就再来。越不被看好，我们打得越起劲。因为南方的热情永远浇不熄。你说我们不够格 ？OK，All right。